愣着干嘛？坐啊。我给你做一次，因为零小于 x 小于等于一小于二分之派，所以 x 分之 sin x 大于它自己的平方。你自己做一遍看看。江晨，李薇的事，你不想告诉我，以后我都不问了。但是，你可以不和他一起玩吗？不是婉拒了吧？和小溪和好没？那我可真没辙了，能想到的招儿全都想了。阿姨，这是什么呀？植物罐头，种下去能发芽。看叶子上有字，好多同学都在买。这玩意儿还能表白呢？那可不。阿姨，结账。别挤了，都上不来了。火气这么大。所以说，你早就知道李薇得抑郁症了。嗯。哦。乘客们，老真新天地到了。下车的乘客请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还能再挤挤呢，再上来几个呀！下班了，早点回家。